从我29岁开始，接触赛车比赛，是从方程式开始的。很难讲，还是舒马赫吧。坚持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，坚持下去，这是成功很关键的一个点。我最喜欢的赛道应该是上海吧，因为也是算是我们的家乡赛道。赛车对我来说已经是花了我基本上所有的业余时间了，所以说除了赛车之外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去爱好别的了。